本咗上帝話主席呢，你假如講會計幾個禮拜我講到危機危機管理，按照危機來 crisis 來，如何按照去面對？今天你假如講七步，福建話講撇步啊，七個撇步，按照來處理危機。那後面假如講即係處理危機嘅七個撇步之前嘅，假如講即係笑話，有隻媽媽坐了三歲嘅囡仔。啊，三位囡仔做咩？去行 supermarket， 行到 supermarket 啊，当然都行 supermarket 时阵，你都要行真侪部门，其中一个部门囡仔嘅所在，佮叫做妈妈撒嘅部门，啊，嗰是玩具部。那拄好会经过这妈妈撒嘅部门嘅时阵咧，咱嘅啲三位囡仔就坐喺边停了，哇，唔敢走了，你看了啲妈妈撒。伊咧，甲你坐妈妈撒内面咧，一看到物件，一看到，一出家就咧芭比刀，芭比娃娃。我再讲芭比刀啊，是查甫囡仔佚佗的，无暗大波囡仔佚佗的。但你这大波囡仔就是家己芭比刀。个乱嘅妈妈讲：妈妈，你别学我，买一只芭比娃娃，我买芭比娃娃。哎，妈妈，今日讲这无暗都伊啊，那个劝伊来谈伊讲：我唔忙买啦，我忙佚佗只芭比刀。我叫爸爸买铁金刚葫芦。那伊个边滚，那边跑跳，啊，唔敢走，也是骂你拖伊行，拖伊行，伊唔爱走。搞到未来，伊做咩？滚在国家，滚在国家，好，这样，我要玩女人，我要玩女人，我要玩女人，我被生走，我被生走，我被生走。伊个巴比多，那全鸟的人，伊妈妈，搞到人看了，伊妈妈个伊惊，人根本就话这三岁囡仔吼，实在够勇敢。有表露的心声，伊要生查某，然后因为伊妈妈买安尼咱无面呐，都买下一个芭比刀给伊。听真话，我要讲一个笑话，啥物？咱人啊，有时啊，咱都不如一个小囡仔。小囡仔伊心情比咱较好啊，伊从来无烦恼，伊妈无伊买一个芭比刀，伊从来无烦恼，伊妈爱买买买给伊。特別以後做嗰邊烤，堅持做嗰邊烤，嗰邊釣，嗰邊亂，夜晚嗰啲冇辦法成天就可以啦。但係咱做上帝嘅，你有出過刀時陣，咱係比較緊，上加少驚啲款嚟跟上帝鬧陣，嚟祈求，嚟跟上帝烤叫，嚟談到咱愛談到嘅物件，係咪？今日咱就聖經聽拍開列王記上 ，First King。Let on Gijong, 1 King chapter 18, verse 21 to 39. Let on Gijong, they jump it, jum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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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. Let on Gijong, they jump it, jum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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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. What happened here today? Young, her husband, I'm thinking her husband, the couple here. Ilya, like our Jing Bing,对证明讲，你人心怀怒意，你搞个意思咧？那是耶和华是神，如果当顺从耶和华；那是巴力是神，如果当顺从巴力。证明是古话不买答，就三十，为后样就三十。当我看当教怒的牛囝，巴力的神子，你选拣一只，切到一块块，放落去这个茶里面，卖点味。我嘛準備一隻牛羹，放落去茶裏，唔買點火，就試著。你諗求告你諗嘅神嘅名，我唔求告耶和華嘅名。啊！你降火顯靈嘅神，嗰是神。正美回答講：，即個話講啊，真好，接納者。因將所彈嘅牛羹準備了後，又早起甲我強盜求告巴力嘅名，講：巴力啊！求應允我人卻無聲，無應允的，仰到伊所起的壇的位，四周微跳啊！然啊，甲我中道时阵，伊利亚就笑人讲：大声困告啊！因为伊是神，伊可能到伊树上，伊可能行伫一边，伊可能到伊行路，伊可能到伊困，拢要叫醒伊，就八十，仰到大声求告。按照样的规矩，用刀抢家己，用刀刣家己，每一句拢是背个了，就九十。
到个下晡站的时阵，很晚坐的时阵呢，一个段门将轮轮叫无声音，门无回答的，门无人会猜的，到个二十三十站，伊利亚对证明讲：你啷来我一刀？证明过去的一刀，伊个当心建筑已经破坏了的摇花的段。三十一节，亚利伊利亚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算法，做了十二粒巴布，扣了十二粒巴布。三十一节，我将盘摆下茶好水，将牛羊切了，下啲茶唔顶，就对证人讲，攞一只屎坑满满的水倒到去，即混济加即个茶唔顶。三十六节，搞到千万济之阵。先知以利亞真正來講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時候，耶和華求你今日何人知影你是以色列人的神，嘛何人知影我是你的仆人，攏是奉你的名行這代志的。三十七節，耶和華求你應允我，何出的名知影。你要我是心哥在呀，你是叫这个病回心转意的。三八节，伊是要我刚回来烧个了的环节，茶头、石头、家家里面的下灰骨灰污，拢烧个了成干只龙胶的水，们烧大去了。三九节，证明看到了，个跪到去国家来讲，要我是心，要我是心。咱做些祈祷，亲爱的弟兄，主要想感谢你，无论你明仔今早起暗，我将啊下今日到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叫你做别人的心，无我讲的每一句话，要碰见讲的每一句话，未发到对何卡无过后，乃是要成就一样对生命中每一个来帮助一样生命的兴起来，的多行起来，的来服侍路，主啊，将这等待到你的手中。叫你拍开你话，我每一个为遐个会听到你话，每一个目睭会看到上帝都是无顶的奇妙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我的名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们，你今天一撮甲你讲时阵呢，我甲讲啊，上帝在圣经内面呐有真侪关于罪的信息，阿门。今天要去看到上帝。无悔的心在落去圣经内面，其中就是都无看苦看到啊！咱个上帝真正是教会，甚至伊将家己称作上帝是烈火，上帝是烈火 ，God is a consuming fire。那落去古约头先有火出现的时阵，落去圣经有记载火的时阵，你想咩？咩时阵？就是落去摩西啊，摩西落去即个茶几。即茶几的内面，倒杯的茶几位看到上帝，到去茶几倒杯的茶几位，上帝甲摩西讲话。来到新约的时阵，咱看到西利约翰讲伊，西利约翰讲耶稣要来做咩？来用圣灵加火甲人洗礼。阿门。那唔止安尼看啊，圣经有讲到将来耶稣到对都稍微到对来时阵呢。伊甲火有关系，耶稣圣经形容讲，耶稣到对来时阵，伊要坐了荣耀的宝座位，接来伫咱中间，伊的目睭会像甲火焰安尼款。所以你看到啊，无看靠在圣经内面呢，直直叨叨关着火物件，还是讲着火有甲上帝关系。然后更唔止安尼款，早起当安尼教会啊成立。主进做一位时阵呢，圣灵讲，圣灵降临伫样个圣徒顶，降临到伊样教会内面呢，做咩？圣灵上个火降临到伊样个圣徒顶，样个开始个发展起来了，成为一个有灵力的教会。听住咪，火是真正重要，火对伊样个生命顶是真正重要。特别这个时代是真正少看到火个时代。有只人做细囝时阵，哦，常常讲啊，来来找妈妈，妈妈在去灶骹煮物件，啊，煮物件有火，有火，有gas炉开火，对无？
网络都看见啦，讲啊，妈妈出家都做做他做咩，做出家不会哦，不会，我们是不会，因为网络用的是 heat induction cooker， 不会了，囡仔真正喊一看就会了。啊，我读书啊，无可能啊，人三日点，人毛垃圾我点会，但你这会点咧是不能是嘞，这会未到永远的，对不？在你看的吗？花到这个时代是愈来愈少了，而且也是愈了解啊，垃圾啊，垃圾店啊，差不多咧砍大了，就黄昏时啊，因为垃圾无咩作用了。我上个月顶到停无电啊，是偌久的东西啊？不要等这垃圾用未了啊，永远用未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无花的时代了。囡仔正罕咧看到花。花是安怎分啊？除了我知道的，因为比我知道，过去我看五年级的时阵、十岁时阵，我厝就花烧烧不了去，啊，那大花，是我看得到，这大的花。不，无安尼看情形呢，咱过去社会，过去时代咧，就真罕罕看到花。但你今日要看到花的重要，归哪里撇步上帝要甲人讲，安怎来处理这个危机？咁我经文读了啦，未记可能讲下经文啦。头一波，头一波，上帝爱咱人嘅就是选拣 ，choice， 选拣。圣经讲啦，以利亚嘅年代是怎样年代来做埋？以利亚嘅年代是一个年代，达达人未记了上帝嘅年代。以利亚嘅所到嘅所在咧，是达达人已经无敬拜上帝了。圣经讲啊，啊暂时干了的先殿，干了的这段也话这段拢浪多了，无人去拜上帝了，无人去纪念上帝，无去亲近上帝了，都是安怎时代？圣经讲也伊利亚后尾去对这个人 open challenge 啊，就是公开的挑战这个巴力的先知之前的，伊祈祷个上帝，求个上帝。要遇到个上帝有话讲，买老婆三年空六个月，啊！你年代就是安尼块年代，无水，无人敬拜主，无人去敬拜主，无人去追求主。我想到咱人，这点声，这时代的点声，咱人活的时代，不是一个人会吃会卖去煮的，好些时阵啊，当然啊，无些时阵当然是会挂不住啦，啊，祈祷个主啊，好些时阵呐，慢慢都袂记住了。或者我，比如我做个，比如听个明白啊。或者就是一个囡仔，啊，少年囡，伊去上学，伊去上去佚佗，到到要读册、要考试时阵呢，伊无读册，安怎做呢？伊个同乡也是到高中里去个做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拜受好了鬼关。你若让我过关考试，考过咧，我个永远来服侍你。上帝是好的，上帝唔止可以 pass， 上帝唔止可以 B， 上帝唔止可以 A， 上帝都系 A plus。考试过了后，我等讲哇，小人家未歹哦，读册真正未歹。哎呀，你唔知我读册读到真正辛苦，你将上帝忘记了。问出大人的不行，直接到咱人拄到人生的危机的时阵，人生在第一坎坷的时阵，第一坎坷的时阵，咱甲主祈祷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你干啥帮助我过一关就好了。那是你帮助我过一关呢，我个永远来服侍你。上帝是好，上帝帮助，唔止可以过一关，可以好些起来，好些了后。一般般都未记住，我是哎呀，你啊，你这礼拜都无来敬拜主，都无来教堂，哎呀，你唔知读书，我生意做钱也多，我无点想来教堂，我未记住了。这些当然无看苦在咱身路边啊，找到阿妈的人，还是听过阿妈人讲啊，我问你，你去红教堂的啊？讲是啊，我去红教堂的，我去信主的啊，因为我古早嘛是常去红教堂，我拜红教的神灵，啊。แล้วก็นิ้วอันชดว่าลูกบุกีอะไรไอ้ลูกหุ่นใจเราบุกีกับเขาตรงอ่ะว่าเกี่ยวยาคอ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โฮเซ่แต่พี่เซียววันเนี่ยแกก็จำจีเดียวเราใครเราไปไปปาเลสตินีผมว่าอินไก่บุคคลเขาเที่ยวเวียนว่าเดินหลังมาเดี๋ยวนั่งสิงคโปร์ว่าเดินหลังอ่ะไม่สวยเดี๋ยวว่าอะไรก็อินสิไปยาอังคงเกาเลสินอ่ะอินมันไม่สิไปเลยอังกงอ่ะ
伊摆是抓子啊，阿妈你好势，你个摆人啦。但即卖选经是咱个生命中是真要紧个物件。你若要互上帝要讲话落来，到你生命中，来到你生命中做起嘛讲讲话，选经真个要紧，卖三心二意。像人讲个啊，啊，一心搁上了 Mary， 一心搁上了苏西。一三个是 Mary， 二四六是苏西。礼拜一做咩？礼拜二还穿？咱就是三心两意的款。还是为选经用选经的点声来选经，上帝要予咱人，上帝的火会落来。第二项，就咱来看。第二项 ，challenge 挑战。圣经讲。伊利亚做一件真奇妙、真奇怪的代志。啊，咪说，伊利亚交代这六只人，就是将这牛羹切开了，切得细细啊，放落去炒去，卖点火。圣经真强调讲卖点火。今日你生命中是你家己来，还是头前上帝有替你预备？啊，咪说，咱人的人生会面对真济问题，真济问题呢？咱未解决，因为咱用家己力量去做，咱无敢敢挖苦上帝，咱唔敢敢敢敢去挑战上帝，咱总是用家己的办法，用尽家己的解去做物件，咱无敢敢挑战上帝。无，对上面我讲，也是无会安怎限制我上帝啊？问题是。是你用自己的话呢，还是用上帝的话？限制是上帝的话，才是有效的。但是你用自己的话，可能用来得点，来得加些料在家里之外，你可能用用那叫做咩？灰漆，灰漆啊，你点灰漆啊，灰漆没料在家里之外。但是上帝的话是无穷、无尽头的，无别死的。咱生命中若是爱有上帝的话，咱袂敢敢挑战，啊！你无可能嘅代志。比如上头讲嘅，真正到我发觉了，咱即比如讲，咱生活顶安怎来有看到佮生命顶有挑战上帝可能嘅？头像，你看病时阵，看病啊，赶紧买病的药，我了再吃吃落去。发烧，该吃病的药就赶紧吃病的药，啊，无去隔离你看到 doctor。那还是我讲，你看病去看 doctor， 看 doctor 吃药 ，clinic 是啥来，拢无啥啦。特别好无好 ，as 到你看病时阵，敢敢挑战上帝，挑战上帝，啊，卖先吃药，卖先找罗根先祈祷先，祈祷了未好，该去找罗，约得侬未办嘛，对不对？无你无好机会，和上帝同你生命顶来做工。无你无和上帝做工时阵，你个无机会和为上帝来讲见证。不是咱生命顶过日子，个是安尼过哦。咱家里无信主的人，也是无拜到耶稣人，无清楚。因为无信主的人，无拜耶稣人，咱看病去吃药、拍针、看 doctor， 阿咪就袂敢敢挑战上帝。因为耶和华是大，耶和华是万能的，伊会接受你的挑战。但是你讲主啊，你医治我，你信心我可以，我叫上帝听你祈祷，你有一个我的见证啊！哇，你我看病到边，到该跳，到边上帝医治我。你胜利，还是你有经济问题，暗时你唔敢来挂靠上帝咧？有人话讲啊，我做啊一帮开始做完，做都无，真久无可能都会交断了。因为哇，一帮经济无好，我地啊无够开啊，钱不够用啊。所以我无要开 OD， 我礼拜日无来做礼拜，我要去开 OD。那我问讲开 OD， 你加趁做三四点钟的间会趁几多？讲可能趁正百块。我介绍，我介分享，介分析。你一礼拜的日会趁一正百块，四礼拜趁四百块。唔按数，你唔敢挑战上帝，我决心。努力努点正做未，我唔咪失掉，我来敬拜你，我叫主你祝福我，到去百位来赚这四百块祝福你。真是，咱都唔
唔敢去挑战上帝咯，咱用别项来吃对不对？咱人唔敢讲，惊讲啊胃肝的问题，惊讲健康问题，咱唔敢将将交予上帝，甲挑战甲上帝。上帝是大的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真的，上帝是爱伊的兄弟，伊还希望伊囝子有赚着福气，有赚着健康，有赚着好的生命。问题到到咱人用家己办法，咱点家己的话，咱无上帝归到伫咱生命来做法。第三，咱是用啥物改变的？改变了。伊利亚有做一物件，当火后面落来烧的之前，伊利亚有做一个一只妖精物件，就是伊过桥倒去的阶段，啊咧真久无去叮当的阶段，伊利亚准备好势，将这阶段桥好势来敬拜主来做好势。可能因为我牧师阶段啥物，拜行同人以后讲是阶段啦，特别来到耶稣。这段是什么意思？这段是献祭给上帝的所在，这段是与上帝见面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你这段安怎办了？你若久无见上帝的面了，你圣经是礼拜日才行出来的，因为你要来礼拜日，你要来教，你要来教堂，你要见上帝才行出来。平常时呢？都如果苦的点声都无读圣经，都无祈祷咧。有时啊，我常常讲啊，咱信主啊，咱常常做差。按怎讲我做差，连去头起上帝点声。咱将上帝点声，也去换去做别个物件。啊，点声应该搬出来给上帝，咱头起起来去做别个物件。啊，无看到咱的好势，也无看到咱的改变，咱的情形。啊，是咱靠近上帝点声，兄弟们，咱应该将点声献给对方上帝。咱何办？咱点声较济位给上帝点声。有时咧短短无点正个礼拜日啊，咱都未给上帝了。兄弟们，咱需要改变，咱需要改变咱的心态。那是欲希望上帝会来到咱中间。准备好势，要迎接上帝归到咱生命中，咱要改变那部分嘢。那是你做事大人，你话无设立一个好嘅榜样，我哋囝儿看，礼拜就来敬拜主。你不要希望把到你囝儿同款有专心、有敬神来敬拜主嘅。弟兄们，是点先？咱应该改变咱嘅思想，是点先？咱改变咱嘅态度。世界上第一部经的牧师叫做赵永基牧师，伊讲一句话：，因为我是一个无灵的人，我是一个无点声的人，所以我未使无点声来祈祷。你明白意思无？因为我是一个无灵、一个无点声的人，所以我未使无点声来祈祷。伊总共有800,000人左右，咱这人用到去啊，看无着样。所以你相信讲伊真无灵，我相信伊真无灵。伊有800,000人左右。伊讲我真正无点声，真正无闲，所以我未使无点声。兄弟们，我想为囡仔来问，后面阿叔在不可能路，啊，你过来教导你讲啊，无啦，牧师，我下礼拜你考车了，我顶处我准备好些，我这礼拜无来。我讲我到老家的少年叫挑战样。可能你一刀好切，也掉上帝点声，可能你考得真正好，你是成绩真正好，但是你人生的考切，都已经 fail 了。按照我讲呢，考切重要，还是你人生来明白上帝较重要？我相信真嘅，那是咱会晓恶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安尼五点钟来敬拜上帝。咱检查五点钟的车，上帝特别保护对平安，阿门。但是嘛，咱要教你囡仔安怎来敬神来挖苦上帝，咱未使用白话叫来取代。但是，阿咪属于生命中无悔，阿咪属上帝悔，无过无作，特别在生命中，
咱的态度真的要变下去怎样？为咱多处一个态度，来交朋友的态度啊，来交朋友，兄弟都好，兄弟姊妹都好，啊，感谢主，平安平安，咱要多处另外一个人，到到去探访人时阵，正一道会听到正一个声音。伊讲：“哎呦，你唔知啊，牧师，伊带厝啊，奋斗到要死啊，食饱饭，寒都无洗啊。咱的基督教的信仰，唔是外口做给人看的信仰。咱的信仰是过来人的信仰。别怪耶稣讲，当你祈祷的时阵，你走去暗房内面，莫给人看到。你祈祷，咱是耶稣咪讲咱的话咧。”耶稣讲翻话什么意思咧？耶稣讲翻话时阵，是不是你一人的时阵无人看到时阵，你同款去做天嘅，不是做外口给人看嘅呢？弟兄们，咱要对咱信仰负起责任，咱要对咱信仰到咱生活顶有关系了，卖将信仰甲咱生活顶是分开嘅。为咱啊，礼拜日啊，伊是像天神咧款哦，等于拜一个拜六咧，一夹就出来了。一行就出来，一飞出来了。礼拜一个拜六啊，是 devil 啊，又是魔鬼啊。拜，今日礼拜二是天使啊 ，angel 啊。那怎么？咱的信仰，可能跟咱生活顶有关系。来教会，像直到我听七人来讲，伊礼拜日接大波囡啊，礼拜日要来教堂敬拜主，第一嘛。伊要离开，要去，要出去出门之前，伊骂到底。阿生啊，呀，这三百几行家己，我骂我真正无用啊，我真正无用啊，要去敬拜主了，知哦。我无路，要行家己三百，无人搞到。你知伊在讲伊骂讲，我笑，我的手是分别卫生，要来服侍主，你叫我多三百，听清未？阿我系太多标了。咱袂改变，袂怪咱厝的人，咱身无比人未信耶稣，有时咱的心要主，咱的态度不是改变。为咱多去做工上班是一个态度，来个交通一个态度。有人做工，我常常我们做袂工，我们做袂鼓励，我们做袂胜利，所以我们才清楚做工人的心情。为咱六点半工，五点交已经去待了，补十五分都得，就待了成班等点声会，都头铁头鸡点声。为咱都哎呀来去啊头鸡，这边啊羊毛长啥长对比较紧啊，因为何为惊用？那之外，咱的信用甲咱生活顶有关系。为咱到去 office 时阵，是靠 Facebook。Chatting MSN， 听姊妹，咱的生活顶，咱的信仰，甲咱的生活顶，甲咱工作，咱工作有关系着的。人按照看你来信主的，听姊妹，就算无人看会着，上帝都伊唔免看到来，听姊妹。咱要时间上改变咱的态度，咱怎？我再来看，第四项，代价。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。圣经讲，以利亚交代人家试探我的水倒到伊这段后面。现在怎话？你望未记这点啥？啥物点啥？哎，点啥是以利亚祈祷三年空六个月无落雨的点啥？无落雨的时阵就是旱灾啦，旱灾福建话咩叫我唔知啊？就是无落雨的点啥？无落雨的点啥？水是第一大个。伊哩啊做一个项目，是真要紧的，就是多试探我的水，多去借我内面。阿姐妹，咱信主的人，要学安怎来付出代价？那是你的信仰唔在，你就付出代价，你的信仰是阿大问题。为咱爱信主，但伊希望伊生活应卖改变的，伊个是上分负债的等等对。阿姐妹。信主耶稣，你咧希望上帝归到你生活顶发生到你生活顶，你要付出代价。问题是，唔是付出代价啊？
有的人是甲上帝讨价还价，把银啊上帝啊，我已经好钱了济了。下一位，大家不是你定的，大家是上帝定的。那是你的工资真济的时阵呢，在上帝目睭来讲，这唔讲补贴，无讲真了济的。Pay the cost, pay the price, 付出代价。如果是要付，都要希望上帝会来降临对咱生命顶，咱的恶，卖甲人比较。伊个无做，听真快，上帝兴趣是阿些人做无做，上帝比较兴趣的都不做。这有一个短短的电话影，你看下。要我讲讲，有声诶，还是无声诶？代表跟无声表示，啊，现在第五个是 confidence 信心。那，你望第几？伊利亚从这四趟的水道落去，一个阶段为着无？当伊到到阶段时阵呢，伊茶就淡了嘛，对不对？淡茶会多，淡茶会多，淡茶味多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，有时咱人生命顶，有时咱感觉咱家己成个淡茶的嘛。无路用啦，伊未到啦。
但是你信心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信心应该建立在不是在建立在人的身上，不是建立在环境的身上，你信心啊，要建立在耶和华万能的上帝的身上。拾柴拾柴，拾柴叫什么？拾柴简单来讲，今日话叫做废柴。有时咱感觉咱身躯咱个生命成个废柴，咱未倒未搭未倒了淡淡茶了。还真话，你要过伊利亚那款，伊盼望建立到唔是到个环境，伊盼望建立到个人个身躯顶，人拢互人信服。伊个盼望，伊个信心建立到个耶和华个顶。有时啊，咱人个。咱人为了错误的理由啊，来表现咱家己。咱大人头顶总是表现地好，但到后面，哎呀，因为这礼拜都好无会过面咯，有嘛拢是好啊，未歹啊，感谢主啊。特别伊问题个了，大内面无人知。咱将地好个拢表现给人看，啥物事呢？咱要靠咱家己去做。我讲讲这个敬拜主的人。哇！可能我基督咱聚会了后，兄弟为先，咱们敬拜主，敬拜该好了咯。那是伊个心无着上人，伊心态无啱人，伊可能甲你讲就讲，如意思讲领导敬拜无好啦，一道较好啦。甲早领导几道拢是无好，一道是较好尔啦。你看到来怎看？有时咱人要谈着异地咯。有时咱要来到上帝的上帝面前，要靠上帝来帮咱，来靠咱生来改变。有时可能我种人，伊感觉家己无配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永远做袂好，甲达到上帝的叫做标准啊。伊安做咧，结果来交通真正拼命来做工，服侍主，用服侍主来换都少了，对不对？听清楚未？假如你服侍无服侍主，主同款咱荣耀嘞。假如你服侍主是你会光荣个，上帝何如一个机会来服侍伊啊？你是也服侍来换来都是好事。那怎会？咱要改变咱人个心态。我再来讲，对啦，靠呼救，先去看到你点啥时阵呢？伊利亚做怎件？伊摆个了，即茶好势了，摆个即个献祭件好势啊，水倒落去好势啊。伊无做怎件？伊呼求耶和华个名，伊讲耶和华救汝，今日何人知影？以色列神，汝是以色列神，何人知影？我是汝个仆人，我是奉汝个名做滴代志个人。有时候就去怀疑啊，上帝，我就去怀疑啊，有影个问题是安尼大咩？但是你那问题咧大，我无看到真影，安尼骨力呼求上帝尔。有时我问伊，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，我有一个问题，牧师陪我祈祷哦。啊，两礼拜后我讲，兄弟啊，你问题安怎？啊，问题，伊未记问题咯。证明讲这问题对伊来讲唔是件大个咯。我会记咯。伊叫我祈祷，伊两礼拜后祈祷，我问伊，你情安怎？啊，咪情。伊袂记啊咯，伊讲你有遮侪刀啊，咱人无看咧问题啊，当作是问题啦，三只耳朵望试看卖。哎，即卖那是你用咧态度啊，你还希望上帝的话会收到几多声音咧？你要学来呼求上帝的名。到伊第16世纪、18世纪，有一个人名叫 John Snow， 到伊即个小英就看到这名 John Snow。John Snow 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人。到伊苏格兰的国家内面，伊是一个宗教改革者。当时400年前，虽然苏格兰是拜天主教的，伊将这苏格兰的虽然国家的天主教转做基督教，伊是一个多影响力的人啊！伊有啥物出名？伊出名耳朵有力出名。今日。英国甲苏格兰都是冤家了，规大陆拢是冤家，所以啊暂时咧英国甲苏格兰拢是无好好个啦。英国啊咧点啥时阵咧有一个查某王叫做 Mary， 但变人叫伊 Bloody Mary， 血腥玛丽。啊，你说伊叫伊 Bloody Mary， 你去买个，你去饮酒，你叫个 cocktail Bloody Mary 就是安尼意思。
这 Bloody Mary 不是云南来的， Bloody Mary 是讲了一个英国的查某哦。按照讲伊是真个 Bloody， 按照讲伊是个产品，因为当伊做王的时阵，查某王的时阵，伊太死沙巴鬼命的基督徒，伊为了要娶个小的翁，个很老的翁，伊将伊大翁太死，伊是一个邪恶、邪恶党的查某王的。伊曾经讲出话，伊讲啊。那是规个欧洲、规个欧啊啊澳洲的军队来搞烧战、搞烧拍，我唔惊，但我惊一个人，我惊 John Snow 的基督。嘿，因为 John Snow 我咪好料，我哋所在可能来欧咧，伊基督的情形是安怎款咧？伊第一出名的基督就是 God give me Scotland all I die。换到福建话来讲，伊说主啊，那是你无将苏格兰教我，我死好看。有时咱基督无搞咧，看不出来个。伊到伊个厝个位，伊厝一个花园，花园，伊花园有一个山，有一个坑。伊每一暗暝走去山坑里头，每过伊基督内面是无明白白个，但你每过一点钟啊，如果听伊到伊山坑里去呼求上帝声 ，Oh God！ 啊，你呼求。啊！你痛苦的声是最感动听的到的。上帝需要安尼款的基督徒来听。上帝需要教堂安尼款的人来基督。上帝需要安尼款人基督，规个基督教，规个教会，甲会影响规个市民，平安书甲会改变。我看到咧最新最新的一个消息，一个报告，自从一年美国的教会。平均每一个牧师只是祈祷三分钟，别怪啦，教堂咧无力啦，牧师都无祈祷啦，牧师都祈祷三分钟呀。按照推动兄弟姊妹回头来祈祷，兄弟姊妹，咱需要要改变，咱要学，你希望上帝会到伊咱生活顶来做工，你希望上帝会有到咱个生活顶来倒来，咱要开始呼叫摇外名。可能咱批判遮济物件，做遮济物件，拢做了未改变。那是你个办法改变，怎改变了？按照咱比较恶来呼叫摇晃个，按照咱比较恶想做，所以你反来祈祷啊上帝，直接祈祷啊上帝讲，上帝叫领导了，伊朋友讲，到底啥物件？到底啥物件领导了？因为我们唔知，第一样听报纸出来，头版的新闻，英国查某亡死了。弟兄们，咱需要祈祷，咱需要呼求耶和华名。落尾一个，我那边希望上帝的火烧落来，都希望上帝的火落去生命顶来做工。你要找出真实的理由，不是讲祈祷了，主后我，后我得三百千，后我甲好些外买车，我买厝，我娶某，啊，你不是一个理由。弟兄们，伊利亚有一个真好的理由。何人知影耶和华你是神？何人知影我信的是一个活到真的神？阿门。弟兄们，咱要找一个好的理由出来，不是干那祈祷为了咱的肉体的满足来个追求个上帝。所以弟兄们，今日上帝话来领教，我给你七个字。这七个字上面，那是你要解决。如生命中危机的七个撇步，头家你要学安怎选拣，选拣对的是真要紧。那你如果无选拣唔对，你生命未怪你惊。你一开始打一条波头之后，伊唔对，佮永远加了唔对啊了。你要选拣对。第二项，你要敢敢挑战上帝的名，挑战上帝做的无可能代志。第三项，咱要改变咱的心态了。咱不是一个做好做反无人看的信仰了，咱的内面也都要改变。不是来到两百斤多的所在呢，那生命要开始改变。第四项，咱要付出代价出来。像个督查教的款，一世人的目标就是要来督查，看到你目标。第四项，卖将你心性建立到个环境，卖到去。经历到嘅冷门生活顶，将你心思经历到嘅上帝嘅面，内面。第六项，
人哋哦何叫有我？那些咧问题是未解决咧，都在讲人丢，都用自己办法做了都未解决，你咩哦嚟何叫有我？第七行，你咩找出自己好嘅理由？你是为了家己嘅理由，是为了咩可能知影有我意思先？安尼款，即个了做了后，圣经讲上帝会独一天灵。落来烧干了天际，烧干了白骨，烧干了茶，烧干了一杯杯骨，烧干了无人知影，上帝来烧叹这个结果。阿门。来，大家听。